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采茶，采老寿叶子做白茶。这个季节啊，就只能做两种茶了，一种是白茶，一种是黑茶。今天我们一共是请了28人进山采茶，然后配加上司机呀、做饭的呀，一共是5台车子，然后配套人员合在一起，一共是35人。今天我们想把这个我们采摘的真实的成本，就是展现给大家。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个采摘成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，对吧？趁着这个机会，咱们今天把这些内容啊都展现给大家看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的叶片啊，已经有这么大了。然后我们有一些才刚刚开始发芽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气温比较低，所以它发芽的速度就会慢一点点。今天都已经是5月13号了，这个茶理论上属于夏茶了。我们上去给大家拍个航拍，这样子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个这个周边的一个整体的环境。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矿业开采，几乎所有的。相信我们的朋友们，大家快回家了啊！随便坐，随便坐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以前我们觉得这种视频不好拍，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啊，就是我们规避了。其实不应该这样，是现场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，拍给大家看。
这样子更好啊。妈妈，你就瞧到我的，瞧到老板晓得我这家伙，你一猜，后来我啊耍嘛，这个耍。我来，我啊，我有。我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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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啊